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58页倒数第三行，从注解看起，有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云：今此经于此界，是念佛人归于净土，故进修皆要人。大势至菩萨现居此界，作大利要，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令离三途，得无上力。楞严经上25圆通是世尊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也算是作证传。那说明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方法太多了，没有限制的，任何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所以《金刚经》上给我们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真的，无论什么法门，都能成无上道。关键呢，在人，个人呢，根性不相同，能不能实现？懂得摄心这个方法，无论用哪个方法都行。前面我们向诸位报告过，六祖慧能大师用的方法是破柴冲米，
罗三昧大彻大悟，大乘经教里佛常讲，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说得好啊！啊，问题你能不能立相？经教里头为我们说过多次，不是一次两次。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果。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你能把执着放下，放下分别呢，你就证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那么由此可知，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破柴成米，他修道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没有别的，清净平等觉现前，那就清净心、平等心。我们在《坛经》里面细心去观察，通通能看到。那他的清净平等觉。由清净平等觉就开悟了，五祖给他证明，是让他听经看经啊，大概讲到五分之一，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啊，给五祖提出报告，他的报告只有五句，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本是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就毕业了。这五祖一听，行了，经就不要讲了，衣钵给他。啊，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五祖这五句话了，就是毕业论文了。这个毕业是成佛 啊！你要问他修什么？冲迷破柴八个月，啊，秘诀在哪里？冲迷破柴。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成佛了，就是法身大师，所以法门无量无边呐，冲迷破柴也能成无上道。啊，释迦牟尼佛的开悟是禅定，在禅定当中
啊，见到明心，夜读明心，晚上豁然开悟，不定什么缘分呢？啊，那么由此可知，冲迷破柴就是禅定，他用这个功夫来修禅定啊。禅定不是面壁，盘腿面壁，那是最初学的，那刚开始的，慧能没有修过这个。那能大师是在对方冲迷破禅破柴的禅定。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来福寺的老和尚，啊，海贤老和尚，他种地，跟慧能大师很类似，啊，每一天干这个粗活，啊，那是什么？修禅定。用的功是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是上上禅。知道的人不多，有些人知道不肯干的，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佛号上，啊，能大师是把心定在不起心不动念上，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啊，因为只有定在不起心不动念，叫立事练心呢，没有离开事。从事上见到心，性是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老和尚这个成就高，往生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啊，上上品是生十宝庄严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大师之观世音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有特别的缘分，啊，这两位大菩萨在这个娑婆世界住的时间很久，在这边修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娑婆等于是他的老家，缘分特别深，啊，对这个地方众生也非常关心，啊，经上讲他们来干什么的？
帮助阿弥陀佛戒淫念佛人回归净土啊！啊，故精修皆要云。精修皆要是夏莲居老居士的做的，那是修净土的方法。这里都说大势至菩萨视线在我们这个世界做大利要啊，利是利益，要是喜欢爱好啊，与念佛众生摄取不是另立三途得无上力了啊！无上力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法门完全要感恩阿弥陀佛啊，有《弥陀经》里都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啊，听到《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叫《大阿弥陀经》，啊，将《阿弥陀经》细数，这就是《无量寿经》。善根深厚的人看到阿弥陀经他就相信他就向往他真心真愿求生极乐世界啊，那么中下的根虽然听了这个经读了这个经求生的愿发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说的详细，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听了之后，自自然然就会发现。啊，那么借闻诸佛名者，这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诸佛名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诸佛名，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个利益了，无量无边的。有念佛之人有四摄离光明诸身魔不能犯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佛的加持是平等的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啊，真心真愿就接受了如果我们接受了但是还有疑惑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你业障习气很重魔还是能侵犯你
啊，你能够勇猛精进，心无杂念，魔就不能侵犯你。啊，魔从妄想生的，从杂念生的，所以念佛人没有杂念，没有妄想，魔就不能侵犯你了。那他由上可见，念佛之人有阿弥陀佛派遣的25位菩萨于一切时一切处拥护加持，啊，真正法院虽然还没去，弥陀就照顾了，又有大势至菩萨这些人威德摄受，啊，复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故得云离磨难，安稳修持，仗他力故，化险为夷，成为一心道。啊，经上这些话，名词、术语、典故，啊，甚深的意趣，参考资料里面都有。啊，参考资料印出来了，我们也广大的结缘学习《无量寿经》，啊，这本参考资料就方便多了，啊，免得自己去查字典、词典，啊，查参考资料。通通都把它揭露出来了，我们学习方便多了。念牢后面这几句话，故得云离磨难，安稳修持，仗他力故，化险为夷。这几句话说得好。啊，真正是一心道啊。或者有人以谈他力为着想，啊，学教的人，学禅的人，啊，认为这是着想。念老告诉我们，应知他力了，也是自信。这个解释是真的。为什么？阿弥陀佛从哪来的？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离开自心没有一法可得。啊，所以经中讲，自心弥陀，唯心净土。阿弥陀佛是自心变的。极乐世界也是自心变的，自他是一不是二，自他万然。从事上看，
好像自他是对立的。从自性上看呢，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后面说，因他立而行自性。我们凡夫没见性呢，啊，弥陀是我们自性变现的，弥陀四十八愿的加持，显出自性的能量，从有念的。一入无念，正是本法深妙处。本法是持名念佛的方法。啊，有念着相，但是从有念念到无念呢，把起心动念念掉了，佛号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这是什么？这叫理持的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等的阶级。啊，是一不是二。啊，宗门叫明心见性，净土叫理一心不乱，教下叫大开圆解。名词不一样，啊，境界完全相同。啊，所以真正明白了，觉悟了，通达了，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啊。无念是佛法，有念也是佛法。有念无念是一，如不二法门。是故弥陀要解云：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此。了是明了。啊，净宗这个法门完全在明了。阿弥陀佛就是自己，是自己自性变的，我们这个身也是自性变的。啊，再看看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通通都是这个自性变的，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也然。这什么意思？整个宇宙变法界跟我什么关系？一体。这是佛法讲的伦理，中国伦理讲五种关系，这佛法高明的，五种是一体。若慧眼踏佛，这是他见未忘啊，你还有分别了。若偏重自佛了，这是执着啊，
却成我见颠倒。啊，那要怎么样？放下吧。这全是假的嘛，假名啊。连老子都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这中国人说的。啊，佛法没传到中国之前，老子讲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这是佛境界。啊，所以佛在哪里？放下即是。啊，学佛要能契入境界。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告诉我们：秘诀就是在不着相。啊，我们听经不着言说相，不着名字相。佛教里所有这些名词术语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不着心缘相，不能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能说，为什么？它没有意思。这很难懂啊！跟你说真话了，说假话你懂，说真话你不懂。啊，所以学经教有秘诀，只管去念，不想他的意思。啊，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啊，经念熟了，念一遍大概40分钟。2个小时可以念3遍，啊，所以一天念个10遍是很简单的事情。不念经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念经是修定。你要是起心动念，这一句什么意思？那就是定没有了，慧也没有了。啊，那是什么？那是用世间的方法。把佛经当作一种知识来对待，这就完全错了。念的时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去念，不着文字想，文字只要念得不错，没念错，没有念颠倒，没有念漏掉就行。但不能着文字想，不能着名词术语的相，啊，不着文字相，不着名字相，啊，名词术语，不着心缘相，就是一味念下去，
就会得定。啊，这个定，念佛三昧。得定之后，依旧这样念下去，不要改方法。啊，让你的定啊加深，深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大悟，就开悟了。开悟之后，这经里面意思全知道了，完全通达明了。这是佛教教学的方法，教学的秘诀。啊，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把自见念出来，自见就是自己没有老师教，不需要别人讲解，全通了。要不要老师？不需要。啊。真正有这种缘分，自己找一个清净环境，选择一本经书，用这种方法平息外缘，真诚恭敬，你念他个十年，肯定开悟啊。古人能开悟啊，现在人一样也能开悟，还可能比古人快一点。为什么？古人障缘少，现在障缘多，你都能定得下来，你比古人就强。古人多少人生在现前这个时代不能成就，为什么？环境干扰他，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能成就，功力比古人就高。方法重要，啊，一定要懂得其而不舍，真干。啊，读经是修念佛三昧，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是求生净土。啊，是提升品位，这是真的，其他事都是假的，要真干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暗合道妙，巧如无声。无念，无声，原非凡夫之所能。啊，凡夫怎么会没有念头呢？没有念头就成佛了。啊，下面说原教八地菩萨立一切心意识分别，实名真得无生法忍。无生什么人真得？八地菩萨。啊，这八地是原教啊。华严法华是圆教。
啊，立一切心意识分别，心第六意识。一是莫那识，第七识，意识的分别，莫那的执着，阿赖耶的落谢种子，这三个都不用了。这是什么境界？无生法忍，忍是承认，是同意，是认可。啊，认可什么事？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切法本来不生，哪里会有灭呢？我们现在看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八地菩萨看一切法不生不灭，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听不懂这个话了。啊，真的不生不灭。啊，我们到现在搞了六十多年了，才有这么一点点概念。啊，不生不灭的概念。有多少人搞了一辈子，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概念没有办法。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想？一想就坏了。不能想也不通。对，你没有入这个境界啊，你没有到八地菩萨这功夫啊，这八地是禅定啊，不是小定的，大定啊！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啊，那我们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概念？我们是看科学报告，科学家发现。近代有一些科学家专门在研究物质，物质是什么？大物质，用的方法跟佛所说的完全相同，就是把物质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啊，佛经上把最小的物质称为尘，微尘，这最小的物质。微尘还可以分，啊，佛经上讲的七分之一这么分法，从
什么样的未成开始呢？从牛毛成。牛毛比较粗，尖端上，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微尘，好像是粘在了，它有吸力嘛，它不会掉下来，有一粒尘，把这个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呢，羊毛尘，羊毛细了。羊毛尘再分为七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兔毛更细了。兔毛尘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那是我们肉眼看不到了。放在水里头，水有空隙，这现在我们都知道，在显微镜上观察，水有空隙。这一粒微尘在水里面空隙里走来走去，没障碍。水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金尘，金是金属，金银铜铁，这个密度比较大，比水大，还是有空隙。这一粒尘很轻易通过，没障碍。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金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佛经上叫微尘。那么这个东西还能分，再把它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大概就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它还能分，再分成七分之一，叫极微之微，这才不能分了，再分就没有了。物质现象不见了，就空了，所以它也叫灵虚尘，它跟虚空是隔壁，再一分就是虚空。这个东西被科学家找到了，最近这80年。发现原子，80年前发现原子，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居然把原子打破了，打破看看是什么。看到原子核，看到电子，看到中子，原来原子是这些东西组合的，不是单纯的。那么把这些东西个个再打破，原子核打破，电子打破，中子打破，发现粒子，很多种不同的粒子，科学称为基本粒子。这个粒子依旧还能分，分出来发现的，科学叫夸克，有几十种之多。这个东西再分，发现了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
即为智慧了。为什么呢？他在一分呢，没有了，空了。空了发现什么现象呢？念头波动的现象。这个发现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所以科学家得的结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幻象啊，跟佛家讲的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佛法讲的色，讲的相，就是物质现象。最小的物质现象是物质的基础，它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啊，所以佛经上有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境是物质环境，是随着人念头在转。佛经上这些话几千年来没有人讲得清楚，没有人讲得明白，纵然讲清楚讲明白，没人相信啊。今天的科学家用最新的仪器观察证明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科学家很感慨地说，近代400年科学的发展产生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二分法啊。科学家把这个宇宙之间的现象分成两分，物理跟心理，这二分是错误的啊。从现在的发现知道，心理跟物理不能分隔，它是一不是二啊，分开来产生许许多多错误的概念，做错了很多事情。所以科学带给我们不是圆满的幸福，负面的作用比正面更大啊。这就是二分法错误所形成的。科学家现在佩服佛法了啊！他们最近才发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啊，到现在才证明佛讲的是真。佛怎么知道的？佛不需要科学仪器，是从禅定当中看到的，看到了事实真相。这不是假的。经上讲啊，八地以上啊，大乘经常说啊，八地以上的菩萨都看
看清楚，都看明白了。啊，宇宙人生的真相。佛法的功夫是禅定。啊，佛将禅定分为52个阶级，由浅到深，52个阶级，52位菩萨，一个比一个深。啊，最浅的是初心位的菩萨。通过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50个位次。啊，实地里面的八地，啊，实地里头，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往上面去，等觉、妙觉，妙觉就是圆满的佛了。52个位次到顶了。佛告诉我们，不是他一个人看见，八地以上的人都看见了，这不是假的，这个能力不是他一个人专有的。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这个能力失掉了。为什么失掉了？你的念头太多了。你的念头太杂了。啊，一天到晚，很多的妄想，很多的杂念，把你的能力失掉了。只要把妄想分别之处放下，自信本定。你看慧能大师第四句讲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说明真心是不动的。我们现在心在动，心脏在跳，不跳就死了。是不是真的死了？不是。不跳就成佛了。那不跳是回归自性本定啊，真成佛了。成佛这个肉身不要了，这个肉身是生灭身的，阿赖耶变的，阿赖耶的相分呢？我们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呢？全是假的。啊，科学发现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脱离这个假象，真的他没见到。啊，他不过是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物质他搞清楚了。啊，心理现象他没搞清楚。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第一个业相，第二个转相，第三个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就搞清楚了。啊，念头被发现了，但是念头是什么不知道。佛经上讲得清楚啊，啊，念头是从业相变现出来的，啊，业相，科学讲的叫能量，也许就是叫能量，啊，还没搞清楚。大乘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啊，最高的科学在大乘经里头。
啊，所以八地菩萨，你看，立一切心意识，心意识阿赖耶的三细想。啊，不用这个东西了，真心就现起。啊，所以实名真得无生法忍，这不是假的，他真得到了。啊，可见呢，此乃圣者之所难。圣者是地上菩萨，到八地才看到啊，七地以前还不行啊。啊，如来宣旨，末代罪诸众生。释迦牟尼佛距离我们，以中国古来祖师大德的记载，佛灭度到今年3041年啊，外国人讲的是2500多年。我们知道，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历史，对于年代考察用力很多。啊，中国人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相信啊。啊，但是外国是这个说法了，我们也随缘。这个事情并不重要，重要是开悟。啊，重要是其义自见。这个重要，要想开悟，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戒是规矩，你要守规矩，这个规矩你要相信。啊，什么规矩呢？大规矩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相不相信？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守这个规矩啊，决定不能学太多。学太多，你分心，你的力量不能集中。只可以学一样，不能学很多样。啊，这一样什么？这一样是经。我教人把《无量寿经》念3000遍，是经。我又教人把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看30遍，先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看30遍。为什么呢？你的信心坚定了，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有真心，有切愿啊，有真心，有切愿，不再有丝毫怀疑了。这个注解不要看。你去念经就行了。啊，专门念这个经，就是修念佛三昧，一天念20遍。我相信你念到半年。一遍大概半个小时，20遍10个小时。
这是什么？是修定，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剩下的时间念阿弥陀佛，佛号不中断。啊，三千遍念下去之后，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经里的意思全通了。啊，那个时候来讲这个经，就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才真正把这个经讲透啊，让听众个个欢喜。啊，个个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不这么干不行啊。啊，因戒得定。啊，因这个方法你得三昧了。因定开慧，啊，定成就之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到极乐世界，当然是上上品往生。这是暗合道妙，巧如无声呐！啊，古人相信，遵守这个方法，开悟的人不少。啊，纵然不开悟，你去用这个方法实验，你这一生不开悟，往生西洛世界是肯定的。为什么？你一向专念吗？符合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决定往生。我有理由相信，海贤老和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至于海庆法师，跟海贤的母亲资料太少了，我们不敢判断。啊，就海贤老和尚这一份资料，我看了之后，啊，我认为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只是不说。为什么不说？语言不相同。他要是生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他讲经说法不亚于释迦牟尼佛。他要生在盛唐时代，啊，慧能大师那个时代，他会跟慧能大师一样，弘法利生，做一代祖师。啊，但是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行的，生在这个时代，他这个表演就对了，完全正确。啊，他老人家这个做法，没有人不欢喜。你看，不要名，不要利。啊，财色名利
是为这个时代的众生疯狂地在追求，你不要啊，你要的他们不要，他不要的你不要，没有利害冲突啊，没有利害冲突就能和平相处啊，你老实念佛，老实耕种，将来往生一帆风顺，往生做出往生的样子给大家看啊，年岁大100多岁，身体好，跟年轻人一样，这个让人羡慕啊。啊，别人念财你不是啊，拿什么布施？拿他劳动力来布施。你看，耕种100多亩地，啊，所收的粮食、蔬菜、水果，大丰收啊！他吃不了啊，他又不会拿去卖，按照供养贫穷的人、需要的人，他供养。啊，受惠呀，成千上万人呢。啊，接受老和尚的供养。啊，这个就在表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他在表法。菩萨六波罗蜜全做到了啊，所以你细心看这个光碟，这个光碟百看不厌啊。你要是每天，我像我告诉你方法，一天看3遍，看1年1000遍，你会开悟啊，不能大彻大悟，也有小悟有大悟，你会明白很多道理。啊，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可见呢，此乃圣者之所难，安能弃之于居夫凡夫？夫是烦恼的代名词，凡夫烦恼重啊！啊，不可能做到无念无生。是以善导大师四帖所云。坚持关门等观经这个注解，善导大师做的，叫四帖书啊，这个里头有16观，直方而立相啊，住行而取进啊，总不明无相立念啊，净土宗不谈立相，不谈无相，不谈立念，而且什么呢？指方指定西方极乐世界啊，立相有极乐世界，有西方三圣啊，叫你把心住在佛号上。这叫住心取境啊，其他的是心里面什么都不能有，有就错了。净宗法门心里准许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之外的不能有，这就好办多了，容易太多了。
啊，我们把心里头念头杂念通通清除掉，只把阿弥陀佛放进来。啊，二六时中就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不需要搞无相，不需要理念。这是如来玄知，预先知道末法罪诸凡夫造的罪业多啊，染污严重啊，诸事染污啊，立相住心尚不能得，立相住心随顺众生。你都做不到，你都不肯干，何况立相而求是者？啊，八万四千法门都要立相，阿罗汉要断见思烦恼，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不要断见思烦恼。容易太多，真正是易行道啊！四无数通人，居空立世，这是用一个比喻，办不到的啊！你没有神通，你怎么能够在空中建筑？啊，空中建一个房屋，谁能做得到？小乘阿那含以上，阿那含有神足通。啊，像《西游记》里孙悟空一样，孙悟空不能跟他比。孙悟空只有72变啊，阿那含可不止啊，世间无通他都具足，只有漏尽通他没有，证得漏尽通就成阿罗汉了，四果罗汉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此方便门直方立相，摄心专注，即此妄心持佛名号，念业佛名，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念得纯熟，乃妄能所，心无所住，佛号分明，便其无住身心之妙地。无住身心，金刚经上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一句下开悟的啊，五祖听六祖的报告，听完之后衣钵就传给他了啊，他就是第六代祖了。这个呢，这不是容易事情啊。可是念佛念得纯熟，到能所
这个念头没有了。这个时候心无所住，佛号清清楚楚。心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入《金刚经》的境界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说的详细，盖以众生妄心。众生妄心是我们先前的样子念念相续，前念灭，后念生，如急流水，从未暂息。我们每天念头多少，自己不知道。佛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能不知道。不知道就迷惑，知道是觉悟。这个觉悟帮助我们放下情执，所以有好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讲一念，一念多长的时间？弥勒菩萨说，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那现在我们科学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说可以弹7次，我弹不到，我弹不到7次，我大概最快能弹到5次。就算乘5吧，1600兆，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灭就在你眼前，你怎么会知道？你无法发现，它太快了。那么这个现象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现在量子的仪器可以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他能捕捉到。那么弥勒菩萨这个说法的时候，大概是1600兆分之1秒，比现在科学还多一点。这整个宇宙在这个频率下出现的，如果这个念头一断，宇宙就没有了。宇宙不是大爆炸发生的，是从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念头是宇宙的主宰呀！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句话，肯定这一句话，相信佛说的是真的，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能照顾了。为什么呢？用最好的念头，什么病痛都没有了。
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112岁，体力跟年轻人一样，他每天种地爬上树啊，看到寺庙旁边有一棵大树，树压了垂下来了，人走路不方便，他拿着锯子到树上去修剪，112岁的人带着斧头带着锯子去修剪信徒到他庙里去看他，好有他好高兴。庙前门口有一棵柿子树结了很多柿，爬上去折柿子折了一箩筐拿下来分给大家。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身体？没有别的，他心里都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身体是物质环境，境随心转嘛。那我们身体跟他不能比，这就是我们还有妄念，还有妄想，有杂念。那么现在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念佛把妄想杂念念掉了。这个老和尚一天到晚24小时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身体健康阿弥陀佛是最亲近的，是最善的，是最殊胜的。为什么不念？身体好，念佛身体就好。有一个张先生向他请教，你怎么样保养身体的？他就告诉，直接念佛。说真的，一点都不错。直接是修身，身不会有毛病，念佛心没有毛病身心健康，100多岁很自在。他的身体我相信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他也未必有这么长的寿命佛力一加持自然就延长了，修行人延长寿命太多了你们看了凡四训，世间人每一天忏悔业障，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他的寿命原本寿命只有53岁，他74岁走的，延寿21年，延长了唐朝时候有一位高僧印度人菩提留支，学佛的很多人都知道他他翻译经典翻译很多，大概在佛教历史当中出家人寿命是最高寿的，150多岁走的。
每个人的语言不相同啊，无非是表法给大家看。啊，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不是假的。那么你有求，没有感应，是你用心不善。那就求不到了。如果心地清净善良，没有不感应的，求财得财呀，求聪明智慧得聪明智慧，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贵得富贵，没有一样求不到的。为什么呢？境随心转，你把那个心一转正，都现前。啊，人的心要善良，常常想念苦难众生，住在世间干什么？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谋幸福。啊，这样的人，佛菩萨加持你，鬼神也拥护你。你的心是真心，清净心，你的愿是真实愿。是为利益众生，为正法救助，啊，自自然然得到佛力加持。海贤老和尚如是啊，佛菩萨把护持正法这个使命交给他。啊，他真做到了，一生没有为自己，啊，为我们表法，表三规五戒的法，表十善的法，表六度的法。啊，在几十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待人接物，处处都看到，那是一尊菩萨。在为大家了，苦难年头里面，还能过得幸福。过得圆满，啊，他做出最好的榜样，那么我们的念头，这是根本问题，就是妄想杂念太多，从没沾习，
今若勉强安哪，初念虽得稍息，细念从未沾之。啊，这个细念，我刚才讲弥勒菩萨所说的细念，阿赖耶的细念，行人倘若错人，便云相应，这大错特错啊！我们往念少了，有了几分清净，有了一点小智慧了。如果说这就是相应，错了，距离佛法的标准还非常非常的远。可见的制造六道轮回容易啊，让六道轮回停止可不容易。啊，这就要靠阿弥陀佛了。下面是大悲慈父，让阿弥陀佛兴起无缘大慈，啊，垂慈垂慈，奇妙方便法门，这就是说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这个慈悲没有起心动念，叫无缘之慈，完全从真心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啊，这就是性缘之名，往生净土的法门啊，直方立相啊，指定西方，树立形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让我们摄心专注啊，把心收一收，收在一处，专想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一心祈求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就用这个妄心持佛名号啊，念一佛名唤出百千万亿妄想杂念这把念佛的作用说出来了，为什么要念佛？不念佛的时候，你有无量无数的妄想杂念，这个妄想杂念就是六道轮回的因，有这么多妄想杂念，你在制造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它永远存在，它不会消失。什么原因？你天天在制造啊，现在叫你把念头转过来，专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造极乐世界，
啊，妄想杂念是造六道轮回。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一心专注成就的，我们今天也一心专注跟阿弥陀佛相应，就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道理要懂，你就肯念佛了，就真念佛了。本来不肯放下，搞清楚搞明白，我应该要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轮回，不再搞轮回了啊！这一句佛号就学海贤老和尚，他做了92年，目的是什么？目的叫我们看清楚看明白，学他这个样子就行了。非常简单，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一生没念过经，也没有念过咒，就一句阿弥陀佛圆满成就。男女老少，闲鱼不消，各行各业通通没有障碍啊！只要你肯干，你这一生就能往生不退诸佛。啊，那念得成熟了，不起心不动念，能所就没有了，还有能有所起心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佛号分明啊！这句佛号自自然然升起的，不是从意识里升起的。意识升起是有分别之处，这从哪里升起？从自信升起的，从真心升起的啊！不起心不动念，真心，真心里面升起的佛号叫暗合道妙啊！你没有修禅定的功夫，禅定最上乘的功夫在你身上出现，便其金刚般若经上所说的无住身心之妙谛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什么意思？明白地告诉我们，慧能大师在这一句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念佛人可以到这个境界啊！什么时候到呢？念得成熟，能所心没有了，能所是分别之处啊，心无所住，就是真心现前啊，佛号清清楚楚，这个佛号是从无住身心生出来的，暗合道妙。跟84000法门成佛之道相应的，人家历尽千辛万苦，用无量劫的时间才能证得八谛。你在一生当中没有多久的时间，一句佛号念得成熟，万缘放下，你跟那些大菩萨
境界相同啊。啊，慧能大师在《金刚经》这一句开悟，你也到这个境界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持名念佛，若有得空，我们下手。是有心有念，也就是说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啊，心里头专想西方极乐世界，专想阿弥陀佛，想生到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啊，可是没想到这句佛号念到纯熟的时候啊，居然跟大乘经上佛说的境界完全相应了。啊，得空，有是假有，空是真空。啊，空是什么？自性。自性非物质，非精神，也非自然，所以叫做空。有是这一句佛号，幸愿持名是有。得空是见性，明心见性，所以前通佛智啊，暗合道妙啊，啊，没有学经教，没有学参禅，但是他得的境界跟教下跟禅宗最高的境界完全相同，啊，巧入无念，无念就成佛了，即凡成神，志在妙用，不可思议。啊，教下。像贤首清凉，大彻大悟，大开圆解，啊，宗门像慧苦，像慧能，啊，这些祖师大德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净宗的学人，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一句佛号，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念，就念这句佛号，把妄想念掉了，没有了，
把杂念念掉了，这叫念的纯熟，这就是功夫的前身啊。功夫到这种境界，往生西方净土，上辈上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圆教地上菩萨。太快了，地位太高了，所以很多人不敢相信。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事实真相。佛没有妄语，佛不欺骗众生。啊，我们入这个境界，自己知不知道？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妄想杂念没有了，分别执着没有了，但是样样清楚，样样分明，一点都不会错乱。像海贤和尚一样，应该说的说，不应该说的不说，不让人有疑惑，不让人期望你。老和尚要常常跟大家说，大家心里都是妄念，都是妄想，不说，就是一句佛号教给你，高明到极处。那你问我什么？没有。你再问我说，你要的那种都在佛号里头啊，一句佛号，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都在其中，不必念其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一切经教，一切法门，同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啊，念这句佛，通通得到了啊，全宇宙一切诸佛的经法都在其中，到极乐世界全会了啊，不是欺骗人啊，确实暗合道妙来佛寺的这三位菩萨，我相信都达到这个境界，就是无住身心这个境界啊，他们都得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